们现在可以去哪呢？去停车场吧。电梯等候处。去儿童游乐场。办公楼大门。你知道吗？从2009年1月1号起，以下地点将成为禁烟区：无冷气购物中心、出入口处、巴沙有盖停车场、电梯等候处、儿童游乐场。谢谢您不在这里吸烟，保持空气清新，别在禁烟区内吸烟。